嫁给我就算了哈哈，跟你那个脸比我还大，那个。因为我发现南京没有屌丝。我有专业的主攻的方面啊。主攻什么呀？玩转。没有唱戏有好的了。你把嘴闭上。哪儿人大哥？大连。大连的，咱们快去大连了。哦，还真是，咱女朋友去三宝。11月18号我们去大连，大哥你还去吗？去真去吗？大连三宝嘛，海参、鲅鱼。什么乱七八糟！